所以要甲镜头刷转来，再过来，这乌都真正是真抢手啊！连这啊社区真正拢好，这乌都硬去配。来看是这高雄市西甲社区的管委会，共两年来，好这乌都啊轮流底下做这主委，甲这总干事。所以因这三亿外这社区基金，准好人乌工啊，乌工甲存7500万。透过餐厅监视录影画面，看到一群人入去餐厅，甲头家谈判，要求炒大股，去予店家拒绝了后，开始讲店。这群不良分子把持社区的管理委员会，唔敢那是威胁共社区的店家，连边仔社区嘛无爱放过，店家大多数拢唔敢讲。民众有恐惧感了，在这种暴力的阴影之下，那商家谁敢做？高雄市西甲社区有1000多户，对面是2000多户的均益镇情社区。两年来，姓王的甲姓邓的两个嫌犯，甲做伙10多个人，轮流做着西甲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委甲总干事，而且安插家己的人做巡守保全人员，唔敢那是暴力威胁两个社区的店家，而且甲西甲社区3亿外的社区基金开甲登7000多万。他们就是出来选那个管委会里面的委员啊，然后就是整个委员，还有那个管理员的部分，都是由他们来委聘啊。那整个他们的开支情形、收支情形由他们自己来控制啊。警方追查了，发现这个集团以金钱吸引未成年的少年加入，其中年纪上少的未满14岁。最小的是未满14岁了哈，13岁。那个他现在这些人哦，就是他在吸收这些青少年的目的，就是他们可以逃避刑责哈。不过，高雄市建管处表示，并无接到西甲社区大号的检举，管委会有甚物无正常，而且只要是管委会选举过程合法，建管处该当监督甲辅导。呼吁提醒大号，若是有发现管委会有不法的行为，就要赶紧报警处理。记者李秀兰、陈永坤高雄报道。